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来自美国的 Sasha Cohen 在自由花式长曲部分的精彩演出。Sasha Cohen 所选择伴奏的曲目呢，是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 To Love You More。 那当然在整个演出当中啊，当然在他所要尝试来做 Triple Sasha 的时候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误，因为在整个脚步上有一些些没有办法顺利张开的情况之下，这边是发生了一些失误，不过很快的 Cohen 呢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回来。来看这个 Triple Flips，同时他在组合跳的部分呢、Triple Lopes 加上 Double 的 Toe 都顺利的完成，也同时在几次 Split Jump 的整个高度啊都能够获得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。来看 Sasha Cohen 在技术部分的给分。 Okay, proceed.
拿到了三个 5.5 分 5.6 分以及 5.7 分。而在整体的艺术呈现来说，拿下了三个 5.5 分。